曾经有一首歌，它感动了我，它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。这首歌是这样唱的：一直下，气氛不再融洽，在同个屋檐下，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。你还爱着他，也许也带着恨吧，青春耗了一大半，原来只是为了陪他谈溜溜。你生日玩好，欢迎光临武力大宾馆，拖鞋手牌拿好，请上楼，那个男兵想位。3, 2, 1, here we go！ 这是武帝大宾馆，老力是我们的老板，搓澡按摩加生产，这是我们的铁饭碗。老板娘叫噜啦啦，带个黄色小发签，养了四盆大菊花，我的天天唱着八连杀。前厅接待照板料，穿个旗袍把腿秀，一脸褶子大赘肉，大嘴唇的贼老厚。男兵搓澡叫雷哥，上班下班都打车，三天两头的小火锅，搓起澡来爱唱歌。男兵吹炎叫佛祖，后背纹个下山虎，澡堂子里吃腐乳，雷哥叫他二百五。女兵搓澡三小姐，搓地顾客满身血，跟同事们处的铁，我这没事男兵去撒野。女兵推奶赵小七，拿着电话打飞机，三姐抓到一顿踢，求救技师沈佳一，一号技师沈佳一，修脚拔罐活第一，没事就爱吹牛逼，我这今天挣了270。二号技师叫毒妇，穿个黑色脚踏裤，独门绝技针灸术，专门治疗啤酒肚。三号技师叫一灯，一觉上钟头发懵，顾客像防弹武僧，我这看的一灯要发疯。四号技师叫冒泡，专门推销卖假药，一到上钟就睡觉，别看广告看疗效。客服部门流氓差，推油双飞都找他，只要往床上一趴，一袋大米带回家。欢迎光临，这里是武帝大宾馆，我们的服务宗旨就是满足顾客所有的要求，我用双手成就你们的梦想。来，敌军还有30秒爆发战场，来全军出击 ，Come on！来吧，一首武帝大宾馆送给在场所有的宝宝们，记住我的直播 ID 4209。